Don't you wanna stay? Cause I don't wanna chase or make you make the same mistake. Every time you pull away, you make me wanna drive around and call out your name. Call out your name. You got your powers over me. Those powers over me. I'm going under, yeah.I'm going under, yeah. Get those powers over me. Those ones I need to keep from going under. From going under, oh, oh, oh. You only wanna talk. All we do is talk. Can't you tell you cast your spell on me now?Hit me with your kiss and I'll stay. Talking to your body like we got too much to say. You got your powers over me. Those powers over me. I'm going under, yeah. I'm going under, yeah. You got those powers over me.Those ones I need to keep from going under, from going under.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今天的影片呢，又是一个唇膏全试色的影片。我相信应该是各大厂商开始关注到我这个迷唇姐的部分了吧？那这次是跟什么品牌合作呢？就是之前做过 One Brand Makeup 的 I'm Mimi。然后他们家的产品呢，我一直以来都是算还蛮喜欢的，给的评价也算是蛮高的。这次的我爱柔雾专涂系唇膏呢，更是我近期的爱用。首先来介绍它的外形，你看它的。包装就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呢它就只有这么短，就是跟我的大拇指一样长而已。近年来呢就是有很多的小包当道嘛，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怎么小包就是大概什么东西都不能装，我只能装个maybe 连手机都装不进去。那我想要带唇膏出门补妆的时候，可能还要塞在口袋啊，或是另外带一个包包，就是非常的狼狈。但是这个大小呢，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包包它都塞得进去，而且你可能甚至可以塞个 I don't know 两三支，或者是你整个色号都塞进去也 OK。它就是非常的小巧可爱，而且方便携带。而且呢，我觉得它并没有因为就是它的包装变小了，然后质感变差、欸。我反而觉得它的包装就是是开价里面质感算数一数二好的，因为它是做这种有点算是塑胶壳，可是它做有点半透明，然后雾光的感觉。那搭配这个很简洁的字体，加上它上面有一些说明跟品牌的字，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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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的包装、欸。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它整个。而且连打开里面的这个唇膏盖，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他们这次呢命名的主题是由甜食为发想，就是希望可以疗愈大家的心，开启了一个唇膏甜食堂。然后呢，就是用准备了五款非常非常夯的那种主题甜品来为他们命名。那这次试的五个色调呢，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就是亚洲人或者是秋冬擦，因为它就是一种烘焙土系。然后有一点红棕色调，像红丝绒蛋糕那样子的颜色。而且我觉得它虽然是柔雾的质地，但其实它上唇就是非常的滑顺，不会干涩，不会卡。然后它也不会像有一些产品就是会吸干你嘴唇的水分。我觉得它算是表现得非常中规中矩的一款唇彩，就是在忠实呈现雾面妆效的同时呢，也不会让你的嘴唇感觉到过分的干涩。那这个质地呢，搭配上甜点般的颜色，就是让你的嘴唇超欠咬，有没有？有没有？那他们这次主打就是001跟003这两个颜色，一个比较偏红，然后一个比较偏橘土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尤其是如果你把他们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会有更不同的风味。总之呢，我觉得这次这组唇膏真的是来势汹汹，算是开价里面非常凶猛的一组唇膏，你去试一定会喜欢上这一款。那这次品牌呢，就是也非常好心
提供抽奖给大家，对大家最喜欢的抽奖。然后呢，我记得是一共抽出三位，然后一人会抽出两只，你没有听错，是两只唇膏。抽奖方式非常简单，只要你追踪就是阿咪咪台湾的 IG， 然后在这个影片的下面留言，告诉我说你最喜欢哪一个色号，就有机会获得哦。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影片。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